Hello， 欢迎收睇山人物间。今次山人同大家分享喺12月18号举行嘅台北马拉松。今次系我第一次参加台北马拉松。比赛之前，中央气象局已经通知咗当日会有寒流，平均气温会系10度以下。都唔知算系好彩定唔好彩，因为天气冻，一定要准备好足够嘅御寒衣物，一唔小心好容易病，甚至严重会有低温症。但如果你准备得好，呢个就系最好做 PB 嘅好时间。讲就系咁讲，比赛之前唔多唔少我都会担心，想知道我点样准备今次嘅比赛，同埋究竟我做唔做到 PB 嘅话，就记得睇到条片嘅最后啦。有得7度啊！哇，冻冰冰！跟住着 Insiders 嘅袜，依家戴两只表，左手边戴 Apple Watch Ultra， 右手边咧就戴Garmin 945。咁其實Garmin 945我已經開始唔戴嘅啦，因為咧我每次行山啦，同埋跑馬拉松咧，佢最終嘅一個公里咧好似唔太準啦，同埋嗰個爬升都唔係太準。咁但係因為我有需要攞去一啲Garmin分析嘅跑步數據啦，所以我要戴翻只Garmin先。咁其實我而家用 Apple Watch 加上一個叫 Work Outdoor 嘅 app 咧，就已經好準確噶啦。咁啊，所以我主要都會睇左手邊啦，右手邊係攞 data 同埋我嚟分析一個對比嘅啫。之後就係咁啦。咁依家可以著翻件衫上邊先，件衫唔要啦，所以一陣間上線之後仲係會著住，跟住起步先至掉呢件衞衣著住先。一陣將選手包個袋寄嗰時先至除，要著多條褲。練啲，依家係4:18，仲有20分鐘俾我搞，差唔多準備好，上埋風嗰個袋點。咁琴日都有講過啦，啲台灣人通常就一定要買一個紅色呢個袋咧，就喺個台灣跑步協會出嘅。咁你咧有防水功能，同埋佢依嚿先至可以擺到上去嗰啲叫做嗰啲 E 車上面啦，即係運輸嗰啲車上面。跟住我而家直情驚凍咧，擺定個羽絨入去。咁萬一真係好凍嗰時咧，即刻可以保暖，咁就唔會咁容易病咯。因為抵抗力會好差，我上次中咗。Covid 咧就係、是、因為跑完馬拉松之後抵抗力差咗，就出事。好 ，Let's go。感受下出面的气温先，唉，要好有勇气。有冇落雨啊？冇雨啊！哇！依家睇下幾多度先？8度啊！咁啊，尖寒尖凍啦，我已經著咗好多衫噶啦。咁就因為冇 base layer 喺入邊咧，咁就所以都會凍少少嘅，因為一陣間會除噶嘛 ，base layer 喺最底層咧，除唔方便，所以冇著。咁啊，而家又費事著羽絨啦，咁啊，盡量匿喺啲有蓋嘅地方先。咁啊，
出发到就已经当赢啦。官方信息话五点钟先至系第一班车接运，但系依家系4:45，我见应该可以入，咁啊入咗去先。我哋板南线冇人嘅，点解只系得我嘅？喺我月台见到有其他人啦，放心啦，咁我就因为佢6点钟咧就会截停嗰个运送物资嗰、那个。车啦、啊，咁你5点钟先开始，其实都系得9个字时间，俾成9000多人准备，都唔知够唔够时间。啊，而家好多人啊，个个揸住红色袋放喺地下嗰度。好多人，冇位啊！落车，依家5:20，我哋坐咗20分钟车。哇！回望翻几多人？好多人去廁所，有些人在旁边那里已经做定热身和拉筋了，因为这里暖点啊。依家8度啊，但系感觉上咧比美国同埋日本都冻，因为好大风啊。工作人员话要用呢个防水袋包住啊。依家已经系。5:55啦，依家要出發啦，因為差唔多要上線啦，同埋好凍，要熱身先。Let's go！ 哇，多咗好多人啊！唉，好凍好凍！哇，真係好凍！依家熱身咧最困難係一跑步咧就會大風啲嘅，大風啲係凍到震。我哋认住呢个台北市政府呢个位咧，应该就系我哋全马嘅集合区。喺呢度入啊，原来呢度。依家6:10啊，唉，跑多几个圈先。好冻啊！有航拍机同埋有 FPV 啊！所以咁啊，飛咗紙就撳兩隻錶啦，同埋要追佢依個雨漏。出發！哇，好多人啊！我要追好多，因為而家依度係4个鐘頭嘅。
馬拉松啊，係五分幾 pace 啊。追到而家仲系四个钟头嗰啲 pace， 有排追。啱啱跑完一公里，四分五十四 pace， 慢咗少少，不过等冇咁多人先慢慢追。不可以影響太多而家嘅節奏。喺旁邊追時間。依家就係跑三公里，四分二十四 pace， 所以。而家要收埋部機先。過咗三公里四分鐘，依家接近四公里，我終於除咗件衫。水站啊，大家飲水。但我感覺 skip 咗先，太多人啦。好密集，可能系一跌到得翻五分 K， 第五公里四三九，差唔多系我 target 个 pace。靠右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我终于追翻三三零 pace， 但我今日要。跑得快過三三零，但我而家追過咗啲時間，所以跟住佢哋一陣先。四分二十六啊，啱超速咗少少。依家八点五九公里啊，四一一 pace 太快啊，撞正呢度 GPS， 好大风。好大风，冇咗就系出粒。九公里，四三五 pace， 继续。啱啱再经过一个水站，而家过咗十公里，十五公里保障，十一公里啊，四四零 pace 啱啱好。啱啱头先见到个香港师兄，琴日到，听日走，十二公里，四四二。四分 pace 少，快过四分 pace 少俾你。四四三，十三公里。运到博览展嗰度啊，花博公园元山。前面要上天桥啊，上车啊，十四公里四四五。
上斜上斜隔離嘅半馬。落翻斜就好短嘅啫，不過轉換肌肉好麻煩。又有水一站，而家442 pace 跑咗17公里就快18。加油加油！18公里443 pace， 而家7:56跑咗1:24.4。18公里442，而家尽量慢少少，跟一班人一起跑，等啲肌肉回一回先，因为头段开太快，好多人喺隔篱啦。啱啱过咗20公里，食个包车，饮咗水，依家前面有天桥，要上车。哇！呢个斜路好似好斜喎，但我系唔会惊嘅，因为我系港岛人嚟噶嘛。上车是我的后花园，哇，仲未完啊！完啦完啦，前面个桥红灾江口大桥好似啊，虽然车有啲攰，差啲跌破五啊，449。廿一公里啦，今日天桥23，43 K， 我哋就嚟出货车啦，好大风，好大风，要搵啲人顶风先。27公里，呢度好正啊！见到对面啲跑手，对面有啲 B 啊，我追过咗啲 B 咯，希望 keep 到。最后十秒啊，100米。摄影机在拍，摄影机在拍，看一下大屏幕，看一下大屏幕。PBR， 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。谢谢。把自己的完成2022台北马实现的梦，谢谢。恭喜。好冻啊！啱啱帮自己影完相啦，而家有少少力咧，可以分享下头先嘅比赛啊！咁啊，其實我去到30公里咧，我仲 feel 到自己大把貨嘅，咁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 PB 噶啦。咁但係去到35公里咧，好頂峰啦嗰條天橋，咁我開始收埋部機，因為試過有兩次爭啲抽筋啦。咁就跟住開始都係 keep 住448咁嘅 pace 啦，係啦，有陣時都會掂到5次，因為咧去到天橋好大風啊。跟住同埋咧，去到大概38公里至到最後啦。差不多咧，少少暗斜嚟嘅，全部都咁啊，暗斜咧會跌速啦，有陣時會掂到5字啊。咁我就夾硬咧，用意志力啊、提腿啦，先至可以 keep 到 pace 啊，盡量唔好咁快嘅腳頻啦，就大腳少少啦。咁啊，希望等啲肌肉放鬆翻啦。咁啊，好彩都
PB 到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臨尾咧，我仲想俾力嘅，但係唔知點解好似嗰一公里咧好漫長咁啊，搞唔掂。跟住最終咧，而家4:23啦，唔係係3:23啊，噏錯添，係3:23啊，發過之前兩分幾鐘啦。其實我本來 target 咧係3:15至3:20嘅，咁但係都係練得唔夠啊，咁啊，但係都算好好啊，因為今日咧真係太凍啦。其實全程我戴住隻手套啊，左手邊隻左手，但係都 feel 到有少少凍咯。是因為太大風咯，吹到口水鼻涕都流出嚟。咁就依家咧去攞翻個選手包啊，著翻啲衫先再分享啦。咁啊，順便拍下周圍嘅環境，因為依個運動場幾靚啊，好似參加奧運會咁啊。其實我都不是很需要噴的，但是就不要執輸啦。我想抽筋啦，其實這個都不知道關不關事，同埋我怕凍啊，依家咁凍仲噴呢啲嘢。小腿。哦，很冷了。谢谢。来，恭喜完赛。5858。谢谢，恭喜完赛。穿咗件羽絨，而家暖好多啦。撤退先，去揾嘢食啊，同埋一陣間去做一個腳底按摩啊，幫只腳按下摩先啦。哇，好多禮物啊！頭先都冇拍，越嚟越多，冇辦法唔拍俾大家睇。一路行一路攞。今日咩天？先過。變凍啊！便當啊！頭先有蕉啊，又有朱古力啊，糖水啊，要睇翻號碼布個尺寸啦。謝謝，謝謝。原菜 T。依家過馬路的速度同老人家過馬路的速度差不多啊，行得快。依家去到一間叫做飛天麻辣火鍋，咁啊，因為之前嗰幾日咧都想食火鍋好耐噶啦，咁但係因為驚跑馬拉松嗰時令到個腸胃唔好，所以就唔建議食火鍋同埋太油膩嘅。咁依家比賽完之後，梗係要拆翻餐勁噶啦。哇！你睇下個麻辣，好紅啊！但係哦，依個係普通辣嘅啫，應該 OK 嘅。咁啊，有啲配菜啦，同埋我點咗個醉雞啦。咁啊，依個係免費嘅牛肉啦。咁仲有啲豬腸。如果喜意呢条片，或者你都是热爱行山的朋友，可唔可以帮手按赞、分享同埋订阅啊？你哋嘅支持是帮助呢个 channel 嘅动力。我哋下次见。